冬末春初，气温应该明显回升，但欧洲近日却因为北极寒流侵袭而出现创纪录的低温，有些地区降下罕见大雪，包括日内瓦湖在内的地区则大面积结冰，变成了冰的世界。在这波超强寒流的吹拂下，日内瓦湖沿岸的树木、椅子、防坡堤等都结冰，构成一幅难得一见的景致。另外，在欧洲西北部的荷兰，部分运河因为低温而结冰，其冰层足以支撑众多游客的重量，有不少民众在结冰的运河上滑冰，而平时载运乘客的船只也因为结冰而动弹不得。从社群媒体上网友们分享的照片看来，就像是迪士尼动画《冰雪奇缘》中的真实景象。